摇号都有成绩。哇！人家说，哎呦，真好，殊不知是这样。还好你没有说你跟男一号也有床戏。一个是睡错，一个他妈的自己是搞错，没有一个是蠢。哦，这个考可算是对了，真蠢货一个。仿佛看见弹幕飘过，大哥你行不行？又认错了，大哥，大哥又认错了。哎呀，你瞎吗？哎呀，我的，你该哈哈哈，呵呵呵，恍恍惚惚。那里啊，你如果真的把他当成夫人，就不该把他扯进自己就不该把他扯进金融的危局当中。嗯，人家你如果真的把他当，你如果真的把他当成夫人，就不该把他扯入金融的，就不该把他扯入金融的危局当中。好，走。哎，你今天这个床戏，这头发还真是放累了。站长，你这个我给你灌那个药，对你的眉毛不起作用。眉毛白了就丑了。对，这衣服得有五十斤。五十斤。哇！行吗？然后放分。哎呦哎呦哎呦哎呀！还是挺好的，但是现在是我起来就起来。这个是全体全做好。考完起来是吗？包放在地上的地上。对，没事，没有，不用还，不用还，这个到最后，好吧，现在就这样，好吧，好，别让我起来，帮我起来，好，别让我，厉害，好，要反过来，就在这边，对，我是 ，OK， 给他做个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就位上来二楼，来。